嗨，咱们今天开始讨论，通过一些伪代码里面的一些代码的手段的话，咱们怎么通过一些可视化呀，然后数据分具，咱们来跑出一个线性回归这么一个模型。好，底下是咱们的学习营，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。好，咱们从第一步到第五步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完成了这么一个操作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我们开始来进行一个什么内容呢？进行这个伪代码的一个写法，比如说加载数据里面通过 patterns 里面，比如说有个库叫 read csv xv，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集拿过来。好，第二步干什么呢？分割数据，这里面调用的是 tree test split 这个算法库，拿过来，这是咱们的库。然后第三步选择建立的模型的话，我们开始调用这个模型。好，我通过 model 等于它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是空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参数这个东西里面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超参，一种学习参。超参呢，比如说 KNN 比如说逻辑回归包括 SVM 决策树等等，这些参数都是人们可以调的，根据经验，根据交叉验证都是可以调。那么对于系统来说，比如说对于样本的 y 等于 2s 加3的2和3怎么学的来呢？它是通过样本和系统把咱们算出来的，所以这里面不需要你去管任何参数，所以我们管它认为叫学习参数。好，进行训练的时候我们用 fit 就 model 点 fit， 然后呢这是作为验证的话，我们开始比如说 model 干什么点 pre 这个 predict 进行预测这是我们一个代码这么一个分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块的一个写法吧。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 main 方法， main 方法里面呢把第一步干什么呢？拿过来，第一步是不是加载数据集根据 x 拿过来。好，那么这儿呢进行给它空一下格。比如说咱们要进行这个东西写法的话，要怎么个写法显得更加专业呢？那么这里面会，你看它报错了，是因为我这里面没有空四个格。好，这里面来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来个 pass， 它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个，比如说是我的数据是八点 other word， 这个千万别写错 other word ver x ver t i s i n g 点 c x v。 好，那么CSV，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加载数据集拿过来。接下来干什么呢？进行一个，比如说我的现在是fill 等于一个，比如说fill 这个函数，然后这里面放入我的 pass 路径。接下来咱们通过 x 等于一个空列表，然后呢再来一个 y， 它也是一个空列表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？咱们对于数据集来说，咱们就通过几种方案吧，比如说第一种什么呢？通过枚举 inMerate 通过枚举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预处理。怎么做呢？比如说我 for 一个 i 和一个比如说 i 代表是我的，咱们的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index，d 呢就是我们的数据，在in 和 d， 在我们的 inMerate 这个方法，你把我的 f 喂进去，然后呢接下来再把如果 i 它等于零，那么我们开始干什么呢？开始给它做continue count continue。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，如果说咱们这块的 d 它是一个去除每一个，比如说它的空格键type 键杠二杠三就特殊的字表符比如我的数据 d 点 strip trip。 好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如果说如果这个 d 比如说在哪里呢？比如说not 这个 d 里面，接下来我们发现它让这些，我们继续 continue count OK， 然后 d 等于用 map 这个函数，然后呢把咱们的数据都转成 flow 类型，然后呢按每个split 分割 split 按照逗号进行分割。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比如说咱们在 x 点 append 把
特征它一共是分三个特征 SE SI，就是说相当于第一列，它是属于 Python 这个世界里面，它是左边就开了，对于集合来说，由第一列开始到比如说最后一列，左边就开，它大于等于起始值小于终止，它不包括终止，也就是这负一呢，就是代表最后一列它是不包括最后一列，也就是 SE SI S3，一共四列的话，它只到 SE SI S3。好，那么这是咱们这块构建的一个200行乘以三列这个特征矩阵。那么接下来 y 呢等于 append，然后 d 代表负一行拿过来，OK，然后拿过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 x 和 y，咱们这块呢分别用 print 杠 n 把它分割开。好，那么咱们就跑一下，run 一下。好，它就开始跑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比如说我们在第一行的时候，比如说是这是 S1、S2、S3，这是咱们的特征矩阵。然后这是我的标签啊。那么这头标它们相当于这块咱们处理还是不 OK，所以说呢，咱们这一块呢，可以给它注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，比如说在这给它注掉，咱们。继续是往下去看，比如第二是怎么写呢？在这里啊，咱们通过一种别种方式，就 Python 自带的库，比如说 Python，通过一些自带的库，怎么库呢？我们通过 fill 这个方法啊，比如说 fill 等于fill 这个文件 file，然后把咱们的 pass 路径传进来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咱们通过一个read 打开并且读写这种二进制文件这种方式来进行R 和 B 来进行操作。好，就是二就是读写 B 并且打开这种操作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rint 这么一个f。OK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它 f 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打印，然后我们 d 的，比如说 CSV 进行处理一下，点 read，咱们第一行其实是我们的特征名，并不是咱们的数据，所以说我们进行过滤一下 for len 在咱们的 d 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进行 print，咱们再 len。最后咱们再关闭一下，就是说，f 点 close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跑一下，点击咱们右键 run 一下。好，它就跑完了。比如说咱们数据比如说第0行，你看它不是咱们的数据，它是咱们的标签和以及特征。从第一行开始算这是咱们这个数据写的还不错。这里面把每一行数据放在一个 list 里面，每一行放在 list 里面，一直到到这儿。这是Python 自带的库，给咱们做了一些特征工程上这么一个处理。好，咱们继续把这一块给注掉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看第三种。好，